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，怎样选购一只品相好又健康的博美小骏鉴呢？首先，骏鉴它其实不是一个犬种，它只是博美的一个造型。纯种品相好的博美狗狗，臀部的额段是非常明显的，最好是要大于90度角，这样狗狗的鼻子才会显得翘而漂亮。那纯种博美狗狗的鼻头，它其实是尖短呈小三角状的，耳距也不可以太宽，适中就可以了。狗狗的背毛是分为上下两层的，下毛的话是非常柔软，像蜘蛛网一样密集，上毛的话它是直而粗，覆盖全身头部周围，它的前胸是长满装饰毛的，装饰毛呢很长很宽，当然全身的毛量肯定是越浓密越好的。然后我们就是要看一下幼犬的骨架，博美幼犬的前肢它一定是要略高于后肢的，背部是直而短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嘴巴一定要扁，这种嘴型长大后才漂亮。这个嘴型是指两个多月的幼犬，三个月之后嘴型还会发生变化的。大家在选购博美幼犬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狗狗的口腔，健康的博美狗狗嘴里是没有任何异味的。好，现在大家知道怎样选购一只漂亮又可爱的博美狗狗了吗？